嗨，又是我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我们要去吃玉城排骨饭，是一家排骨便当。我们去吧 ，Go！ 哇、哦，差点跌倒。老板，今天有排骨饭吗？有啊，我要一份。那带走。内用。哦，好，内又嫩。好好，这样子比较有距离。再过一阵子真的要这样做外带，因为老板就说说的。吃饱了，刚刚有听老板跟其他客人介绍食物的时候，都会不会辣啊什么的。老板说的样子看起来就是他卖的东西都是他喜欢吃的。